于是，大势至菩萨现身说法，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了。谁呢？很多同学都知道，我们净宗第13祖楞严山印光老法师，大势至菩萨再来，出现。 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距离我们大概60-70年，不算很远。他老人家一生念佛，怎么个念法？他的念佛的方法确实能够做到。 大势至菩萨所说的，都是六根精念相继，方法很简单，要有耐心，有恒心去念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，不问闲忙，不拘动静，行住坐卧皆可修持，什么时候都。 那么睡在床上躺着念佛行都可以修，但是就睡觉的时候不要出声，出声伤气，对身体健康有妨碍，躺在床上念的时候，默念不出声，但是这个方法呢，一定要遵守，那就是佛号。 从心中升起来，心里头真有佛，有阿弥陀佛了。从口里念出来，念得清清楚楚，就念佛不要快，慢慢的念，你才能得念佛三昧也。念得太快，心浮气躁，不容易得定。 得定才能开智慧，心浮气躁是不可以的，印足念佛一个字一个字的念，我们用4个字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每一个字念得清楚，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。 自己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听得清楚。第三个呢，记得清楚，不要用念珠，用念珠分心，用心记，就是记第1句到第10句，念到第10句，再从第1句到第10句。 第1句到第10句，不要20-30，不要那样记法，印足一生用这个方法，管用。你念佛的时候就不会有夹杂，不会有妄念，你越念越欢喜，功夫得力，越念心越清净。 大势至菩萨现身来教我们了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叫一向专念。最重要的是这个数字，晓得我这一生佛号是第几声，就是十声里头的第几声，不断的这样重复去念。 不要20-30、40，不需要。你越念越欢喜，越念心越清净，真的可以养生。世间人讲可以养生，健康长寿把心里面的烦恼杂念全念掉了。
啊，与阿弥陀佛深深相应，啊，古德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啊，我们在这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听到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，所以它能起感应道教的作用，更新力的念个三五天，哎，就像圆通章上所说的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。有人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，有人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啊，这个见佛，佛给你一个鼓励啊，给你一个信心啊，我们决定不求见佛啊，有心去求不好啊，有心去求啊，魔得其变啊，魔会变成假佛来欺骗你，不求，老实念去，自自然然会见到啊，需要阿弥陀佛需要鼓励你的时候，他就现象给你看啊。早年东京时代啊，慧远大师，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，在庐山，江西庐山建立第一个净宗道场，念佛堂，东林念佛堂，现在叫东林寺啊。祖师最初建立这个念佛堂啊，同参道友123个人报名参加啊，都发大誓愿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些人通通往生了，无比殊胜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作福啊。圆公大师带着他的同伴123个人都到极乐世界去作佛去了啊，无比殊胜庄严啊。圆公自己他往生的时候告诉同学啊，过去在念佛堂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啊，这今天佛又来了，这第四次了啊，我会跟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这真往生啊啊。同学们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，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。圆公那个时代净宗的经典只有无量寿经翻成中文啊，翻成华文，弥陀经、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相信已经传到中国，但是还没有翻成中文啊。中文流通的本子只有无量寿经一种啊，去初祖建立净宗道场所依的是一部经啊，就是无量寿经
啊，这一个公案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慧远大师出祖给我们做证明啊。啊，念佛往生净土是真的。这个法门至极，至是到极处，皆是快速。啊，84000法门，唯独这个法门可以一生成就。啊，至尽，这个尽就是抄近路啊。啊，最直接的法门，最快速的法门。前面我们读到过最稳当的法门，最容易的法门，而且是成就最高的法门，真难得了。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啊，遇到要不能把它把握到，那这一生空过了就太可惜了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只有作佛是真的，只有作佛是最究竟最圆满的。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，黄念老居士为我们做详细的讲解，难得了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才知道佛恩之大，啊，才知道夏莲老的慧集，黄念祖的注解，无比的殊胜可贵也啊，我们才知恩报恩啊，不知道恩他不会报恩，知恩肯定报恩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知道了怎么报呢？依教奉行，决定往生净土，这真报恩啊。下面接着说，又称名之法，就是念佛的方法啊。刚才我们讲的印光大师这个方法，这方法好啊，不择贤愚，不拣男女，贫富贵贱通通都可以修，人人都能成就，只要你肯修你就能成就，功勋不可思议啊！故知此经所示乃涉及至广之法门啊，摄受众生最广大啊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只要是遇到了真干啊，真信发愿求生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。有没有机会遇到呢？我相信肯定。为什么呢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替阿弥陀佛宣传啊，你看这一次释迦牟尼佛出世为我们讲阿弥陀经，讲无量寿经，讲观无量寿佛经，这三件
专门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。啊，而且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是很多很多次，常常讲。啊，讲其他的经一生只讲一遍，没讲第二遍。啊，唯独讲这个经是多次的宣讲，啊，唯恐末世众生呢，啊，遇不到这个机缘呢，啊，所以多次宣讲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说的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善根是能信能解，啊，能听得懂。福德呢是真干，啊，真肯念佛，啊，这个人有福了。啊，缘是缘分，我们遇到了啊的人生第一个缘分，闻佛法第二个缘分，佛法当中闻大乘，又闻到阿弥陀经，啊，净宗法门，这个缘分是圆满的。啊，只要能信能愿，你这一生就能成就。又游行安乐道云，诸佛名号总万德成，但能一念念佛名者，皆一念中总念万德。这几句文当中，诸佛名号，我们晓得，诸佛菩萨没有名号。名号从哪来的？佛的名号是信德，一切众生个个具足，啊，是信德了，本有的。啊，那佛的名号很多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一部《万佛明经》，啊，里面讲了12000多尊的佛号，那是什么呢？通通是我们自信的心得，讲不尽了，略略的说一下，就说了12000多啊！啊，心得，菩萨的名号是修的，你要不修，你怎么能见性？啊，信德是我们的方向，是我们的目标。修德是教我们怎样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行为，叫修行啊。啊，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，言语口业的行为，身体的造作是身业的行为，行为有了错误，把这个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这些名词术语的含义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啊，从修德体会到心得，
啊，修德跟信德相应了，那就叫真果了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得好啊，一皆是多，多皆是一。啊，菩萨万德，你成就一万德里头的一德就行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德里头就包含万德，一皆是多，多皆是一。啊，就怕你一个都得不到，得到一，一切都得到了。啊，它好像一个这个电网一样，啊，这一点通了，全都通达了。啊，所以学东西要不要广学多闻呢？不需要。啊，你要是从广学多闻的路子上下手，你这一生当中白费了光阴，你一无所成。为什么？你有一样都得不到。啊，要怎么个修法呢？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我在一切法门里面只想得到一个法门，一个法门得到了，一切都得到了，它是贯通的。啊，这个地方讲啊，你看，诸佛名号，随便哪一尊佛的名号，总万德成。一个名号是代表一个德了，这一个德要成就了，一切诸佛之德你全得到了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你要真懂得了，现在我们学东西的方法上学错了，一开头就学很多。啊，佛经上广学多闻的意思搞错了啊！四弘誓愿是在讲，是提了个标准呢。啊，这个方法途径啊，第一句告诉我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是菩提心，这是讲的发心。你不能没有这个心，你没有这个心，你就没法子学佛。学佛头一个条件，就是这个心啊，这个心要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啊，毛主席说得好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佛比人民高啊，毛先生只讲为人民，佛不是，佛是讲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。一切众生比人多的，人十法界的人只有一道啊，众生十法界全部报了啊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本意。你要有这样的心啊，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？那先成就自己的德行啊，没有德行不行啊。德行是什么？德行是断烦恼，有烦恼就没德行了，烦恼断了，德行就现出了。为什么？德行是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啊。我们是因为烦恼把自己的德行啊障碍住了啊，把自己的德行啊染污了，只要把烦恼去了，我们的德行就现出来了啊！这是自性本有的啊，万德万能啊，个个都是啊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啊！啊，所以佛教人，你看头一句话告诉人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他本来是佛。
个个本来都是佛啊！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啊，人性本善，我相信这一句话绝对不是孔子说的。谁说的呢？至少比孔子要早10000年前，老祖宗说的。啊，世世代代相传呢，不会传错啊。啊，孔子了不得，老实人，好人。啊，你看他老人家一生学习的态度。啊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这《论语》上他自己说的。述而不作，就是他完全呢学习别人古圣先贤的，自己一生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。啊，他所学的，他所修的，他所教的，所传的，通通是古圣先贤的东西。叫述而不作。啊，古时候没有文字，文字发明到现在才4500年。啊，文字很晚，啊，从前都是口传，孔子这个时候才用文字把古人所传的用文字记载下来传给后世，所以后人尊称他老人家为大成至圣先师，集大成者。啊，所以人性本善，我有理由相信，啊，一定是在10000多年前老祖宗说出来的。啊，人性本善的意思，就跟释迦牟尼佛教学，首先说出教学的宗旨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意思相同。啊，中国传统的教学，啊，肯定人性本善。啊，教育的目标呢，就是让我们回归到本善。佛教教学的目标，让我们回归到佛的地位。啊，本来是佛嘛。那你成佛是应该的吗？你不成佛是错误的吗？啊，所以一尊佛的名号就是一切佛的名号。啊，84000法门，你只要一门通了，全通了。啊，印光大师文钞里头，哎，有一个例子，啊，佛门叫公案，我们世间人讲故事，啊，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参禅的老修行，自己非常自负，啊，参禅几十年。啊，给印光老和尚说，那是通信的，向印祖啊，这个请教。啊，他说，1700则公案，就是五灯会员，他都参透了，只剩下还有几条，啊，好像还不清楚。啊，向印光大师说，印光大师回他一封信，说1700条公案呢，只要有一条参透了，全就透了。如果你说还有几条没参透啊，你老兄一条也没参透。好像这个人以后收到这个封信之后，禅丢掉了，跟印光大师念佛了。真的，一点不错啊。
你说我这一部经通了，啊，我学这一部经的时候，这部经学通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你全通了，这一部通。如果还有一部两部没通啊，那你这一部没通啊，一个道理啊。啊，什么叫通呢？见性就通了。你没见性没通啊。啊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明心见性，只要你一门深入，就东方这个修学的方法，一直到今天，外国人找不到一个。啊，但是我们东方人把古老东西丢掉了，认为老祖宗落伍了，所以今天吃这个亏，受这么多灾难。啊，不知道老祖宗东西真好啊，世界第一了，找不到第二的。